我也要谢谢你啊，小猴子。接下来有何打算？日后有机会，我想去看看小刘。空桑山小池镇十里外，有片小树林。林中有个黑石洞，洞下最深处即是。上官师叔，虎口已经清理干净了。眼红啊，有几个鱼人逃了出去，师妹前去追捕。他就是金瓶儿。不可能，当时他稳住身形比你还要快上几分。眼红修为如何你比谁都清楚。是我大意，请师叔责罚。先不说这些，我去见谷主。是。连玄火坛都被毁了，任你焚香谷百般谋划，终究徒劳一场。你可知他是天地之间的无上神器万火之精，配合玄火坛中的八凶玄火法阵，有毁天灭地的神力。即便这样你也给我。我要他做什么？我想要的他也不能给我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三百年来，我在玄火坛里不见天日，不知想过多少次，为什么我会昏了头去偷着玄火剑？我要他做什么？你被焚香谷禁锢三百年，难道就不想报仇吗？想，这三百年来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。可是，当我脱困后，看到这辽阔天地，无边月色，忽然间提不起精神。几百年的时光，我竟然傻到浪费在这无聊的法宝之上，且让我在这世间多过些舒心日子再说吧。师兄，你身子还好吗？寿元将近，等死罢了。
何人？你这三眼灵猴，虽然天眼已开，但魂王也素，显然深受邪力影响，将来也是一只嗜杀的凶兽。你生气了？你我同为天生灵物，又何必贪恋世间繁华人情？你再不现身，莫怪我不客气。你并非焚香谷弟子，能来到这儿，难道上官老鬼死了吗？就算他不在，你能闯过赤焰兽手持的八凶玄火法阵，也算有些本事。不对，就算你道行再高，但除了那老鬼，全天下只有玄火剑才能打开玄火坛的第三层。你身上有玄火剑？小灵儿怎么了？说的小六，是不是一只六位魔王？小六，
幻术，合欢派。难道是师贤以妖法控制谷中弟子，命他们故意出手，挑拨于人？没那么简单。那第一个被杀的鱼人，伤口平整，肌肉没有丝毫扭曲，而伤口上淡紫色隐线，普天下仅一件法宝有此神通，哼，紫芒刃。合欢派的精平儿，逃跑的三人是障眼法，那妖女就在此处。上官师叔，鱼人说要我们立刻交出凶手，不然就血洗焚香谷。大胆！畜生，安敢无礼！不杀我，你说的小六是不是一只六尾魔狐？我与两位朋友听闻小池镇有妖物作祟，前去查看，最后他与三位相拥而死，临死前将玄火剑给了我。小六是我的儿子，你儿子的死却与我有关。你若想报仇，尽管来杀我。是为了参悟八凶玄火法阵吧？遗迹都在下面，这里只是焚香谷为了困住我所设的监牢。你身上的禁制如何解除？你肯帮我？
我被玄火炼禁锢在此，日夜煎熬。只要你将玄火剑放在尽头的石台上，吸走炼中的火焰灵力，没有了下面两层禁制，此地就困不住了。你后悔了？那就算了吧。为什么要帮一个妖兽？十年之前，我亲手将他们两个放下岩浆之时。十年之前，诛仙真相，我眼睁睁看着他落下之时。他也是个伤心人。你灵智初开，又怎会懂得世间情爱？300年前，我们狐妖一族从焚香谷中抢得了玄火剑，族人死伤殆尽，唯有小六负伤逃脱。再不现身，莫怪我不客气。你并非焚香谷弟子，能来到这儿，
难道上官老鬼死了吗？就算他不在，你能闯过赤焰圣手持的八凶玄火法阵，也算有些本事。不对，不对，就算道行再高，但除了那老鬼，全天下只有玄火剑才能打开玄火坛的第三层。你身上有玄火剑？你说的小六，是不是一只六位魔王？小六，
幻术。合欢派？难道是师贤以妖法控制谷中弟子，命他们故意出手挑拨于人？没那么简单。那第一个被杀的鱼人伤口平整，肌肉没有丝毫扭曲，而伤口上淡紫色隐现，普天下仅一件法宝有此神通，紫芒刃。合欢派的精品儿。逃跑的三人是障眼法，那妖女就在此处。相关师叔，夫人说要我们立刻交出凶手，不然就血洗焚香谷。大胆！畜生，安敢无礼！为何不杀我？你说的小六是不是一只六味魔狐？小六他死了。他如何死的？十年前，我与两位朋友听闻小吃镇有妖物作祟，前去查看，最后他与三位相拥而死，临死前将玄火剑给了我。小六是我的儿子，你儿子的死却与我有关。你若想报仇，尽管来杀我。是为了参悟八凶玄火法阵吧？遗迹都在下面，这里只是焚香谷为了困住我所设的监牢。你身上的禁制如何解除？你敢帮我？
被玄火炼禁锢在此，日夜煎熬。只要你将玄火剑放在尽头的石台上，吸走炼中的火焰灵力，没有了下面两层禁制，此地就困不住我。你后悔了？那就算了吧。为什么要帮一个妖兽？十年之前，我亲手将他们两个放下岩浆之时。十年之前，诛心真相，我眼睁睁看着他落下之时。他也是个伤心人。你灵智初开，又怎会懂得世间情爱？300年前，我们狐妖一族从焚香谷中抢得了玄火剑，族人死伤殆尽，唯有小六负伤逃脱。